这边姿态，对姿态。好的，陈先生立即上课。跟你们讲哦，这种机器叫换命电器，它就是当你洗面的时候，它一定会有 GPS， 所以法官会叫你再切一次，再把它切回来。确认这个它起飞点，它都有一个设定的起飞点，所以这是固定的，这是机器。你不要乱操作了，因为遥控器来都有必要。对，然后这边会 attitude 姿态 attitude 哦 attitude。没有，我说的是它起飞点的时候，它起刚起飞的时候，它一样是挂 GPS。可是这时候因为高度，你上来以后叫你再切一次，因为我们高度只能到1.5米而已，不能超过2米。好，高度只能到1.5米。1.5，就是与你肩膀同高而已。一上来就飘走了。 OK， 那我就开始四面经旋，现在就是 GPS。 你看那个灯闪黄色，就是姿态模式。黄色闪绿灯，现在闪绿灯，我手放刚它就是 GPS， 没看到。绿灯，然后闪黄灯就是姿态模式。然后我的萤幕左上角也会写 ATTI 姿态模式。OK， 开始四面经旋。一秒钟，两秒钟，三秒钟，四秒钟，五秒钟，一秒钟，两秒钟，三秒钟，四秒钟，五秒钟，五三二一，对，五四三二一，五四三二一，五四三二一，好 ，OK， 直接八，好，直接八，对，稍微移动。那个我左边的人走开一下，因为我看不到飞机。嗯，在说不定啊，因为这是静态模式，它会到处飘。好，现在做四边。只要做一次了。看四边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五四三二一，有摇杆，对，因为摇杆跟你的方向不一致。五四三二一，到这边就直接向后转。三二一，对，就是类似这样，要分，
OK 的吧？还 OK 的，还 OK， 你这么来会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，四边结束。好，然后往那边那个柱子飞，那个三角飞飞，开始航线飞，航线飞起。对，好，开始。一下。对，我觉得鸡排没有，你这个飞完你就切到 GPS 了，然后到考官会叫你到那个柱子飞，因为怕你不熟。怕飞机被拔回来，拿回来，等我下。走。所以现在已经是好了没？好，等一下再上链，刚刚再上链一次。对。要切机密它才会动。对。可是不是左手直接那边直接切就？对，切。但是我要那个执行，它就开始执行了。没有，向后转，能向后转，向后转，能向后转。好，现在开始问你这台飞机轴距多少？轴距。好了，跑掉了。它在航线规划，对，轴距15公分、20公分，它、啊、体飞重量，体飞重量980克，然后再来，如果失去动力你怎么办？失去动力的话，我会试着，把它飞到人群稀少的地方，然后看着能不能降落。啊，如果遇到干扰怎么办？遇到干扰没有 GPS 算怎么办？没有 GPS 的话，我会看着飞机，然后用目视把它飞回来。啊，数据外呢？数据外的话，我会看姿态球，然后试着看姿态球的飞机的头的方向，然后把它飞回来。好 ，OK， 就是这样子。好。然后你看这边五条啦，总共5条。不啊，这比较是我们设计的，当时设计的，就这样。5条。是啊，是好。它是自己上架线，把你客户。所以这时候。考官不会让你飞完，他大概飞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对对对，好，对，好下来，那个，就是刚刚你刚开始的时候的那个设定，设定，高度有够高，要不然打到你要回来这一点哦，不是，还会上面飞的，对。现在都 GPS 模式，所以就还好。对，刚刚那飞的高度是10，固定的，对，固定就是十，机外就是十。一般就是10，对，好，好了没？好了，好，注意喊关二一够。好，我要向后转。你要喊完再。哦，好，三二一够。好，向后转。这个时候就是四边飞行，然后你就要看着你的荧幕，然后看姿态球。那个你魔鬼。姿态球现在是在我后面，所以我要往那边走。你看姿态球，我就往那边转，往那边转。看姿态球，我完全不知道方向，就是看姿态球。它夜视飞行就是要让你目，就是要让你判断姿态球。那你可以1到2公尺，我飞高一点，然后全程都是 GPS 跟写 GPS， 然后你就开始前进。然后在前进的过程当中，语音台就往下打，你就知道你是不是飞到那一点。你的头，你看，不好。对，不好飞。对，因为很短。好 ，OK， 到这一点。那你有半小时的时间，全部然后转过去，然后再往上打。越近了你就越打，能明啊，肯定是换道。有，这个同步做，同步做比较顺。我能够，你看我现在同步做就顺了。哎呀，那他手机也少啊，你怎么在过？你是不是过当时？4边，这是4边。随着接近我就到，然后再转，都不用修正。你看正负，它有半径2公尺的 range 是很宽。那今天有没有到？有没有合格？是那个裁判官会说可以，还是说我这里是不行了？你不行，他马上就说不行。哦，面板不行啊，对啊。这样懂吗？对，你可以随着你的前进，是用你切一下那个美工刀给我。哦，这边来，这边来。OK， 好，结束。